干什么呀？我在上班呢。不可以吗？你好，买东西。先生，您需要什么？钻戒。你闭嘴。您看这款怎么样？切工颜色和净度都是顶级水准。刷卡。好。你要是不说清楚，那我走了。周小静，你给我站住！嫁给我。你。已经同意了，老婆。谁是你老婆？我都知道了。你要陪温小暖去国外，你走一年。如果你在我身边，我十年、二十年、一百年我都等。但是这一年，太远了。害怕你跟别人跑了，我先下手。那你就不怕我带着这颗戒指跟别人跑了，你人财两空吗？就算你后悔过，现在我也得给我老婆最好的。走，登记去。我还要陪小暖参加活动呢，活动结束我们立刻就去。